大家好，我是小胡子。就在昨天的上午，我和我的朋友开了两款紧凑级 SUV， 一个是合资的起亚智跑和这个咱们国产的哈弗 H6 啊。对这两款紧凑级 SUV， 我们做了详细对比。那么对比两台车的好与坏，无非就是驾驶感受。那么我们稍等先说，先说一下这两台车的售价动力参数。起亚智跑售价13万到15万这个价位，和这个哈弗 H6 几乎都差不多啊。那么同样也是定型这个紧凑级 SUV， 有 2.0L 自然吸气版本，还有 1.5T 涡轮增压版本。当然我们不推荐那个 1.5T 涡轮增压版本，因为它匹配的是一个七档的干式双离合，如果是个湿式双离合我们还推荐，干式双离合嘛，所以说我们不推荐，因为它容易高温啊，特别是在市区走走停停等红绿灯容易高温，一高温容易出毛病不耐用啊，所以说我们推荐这个 2.0L 版本，它匹配的是一个6AT 变速箱啊，要比 1.5T 的靠谱得多。扭矩是193，马力是161，轴距是2640，这个轴距完全符合一个紧凑级 SUV 的这个尺寸。动力电喷啊，也是前面悬挂后面悬挂都是独立悬挂，前麦弗逊，后面是多连杆独立悬挂。再说一下哈弗 H6 第三代，价位也是134万就可以拿下了，价格几乎是两台车相同的，搭载的是自主研发的 2.0T 涡轮增压发动机啊，自己这一款 2.0T 终于是用上了。那么扭矩是325，马力是211，匹配一个七档的湿式双离合。同样都是134万、145万的车，哈弗 H6 能给你上 2.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是吧？而起亚智跑，就算你买 1.5T 的啊，那也只是个 1.5T， 是不是啊？它并没有给你上这个 2.0T， 所以说这个动力匹配上还是说哈弗 H6 更胜一筹的。扭矩325，马力211，可以说完全碾压这个起亚智跑这个动力。轴距是2736啊，超过2700，也要比这个智跑要长。整台车的外观长宽高也要比智跑稍微略大一些。缸内直喷共用方式，前麦弗逊独立悬挂，后面是多连杆独立悬挂，这两台车这个都是一样的。那么我们再说一下这两台车的外观还有内饰方面，一会儿再说驾驶感受。新款起亚智跑，它的前脸还是做得非常时尚啊，非常这个运动的。那么熏黑色的进气格栅是很符合当下的这个设计感的。那么车身的侧面有着厚重的这个车头啊，微微凹起的这个轮眉，18英寸的五辐式的这个轮毂，可以说彰显的这种力量感。那么它的这个长宽高分别为长4530毫米，宽1850毫米，这个高是1700毫米，可以说这个尺寸啊，轴距是2640，就属于在同级别里头啊，就是中规中矩的表现吧，不能说是特别的宽松，但是也是满足正常的家庭需要啊。起亚智跑车尾的设计呢，怎么说呢，方正的造型吧，十分让智跑啊有一些就是力量感、硬朗感啊。大尺寸的这个扰流板呢，使得这个双边单出的排气啊更加有了这个足够的运动气息啊，非常漂亮。智跑的内饰呢是采用了双拼色撞色撞黑色的这种内饰色彩。7英寸的全液晶仪表搭配了一个 10.25 英寸的一个中控屏。可以说啊是非常好的悬浮式的，非常彰显的这个科技感。那么车机系统还是那个有这个互联 3.0 啊，支持这个百度安卓啊，大量的这个第三方应用，非常不错。可以说整体的设计感上用料方面都比以前好得多。那么再说一下啊，这个起亚智跑的驾驶感受，它的油门踏板调教的是比较灵敏的啊，在这个初步阶段这个加速的时候啊，能够感觉到动力的充沛，而切换到有运动模式的时候，速度想要更快啊，加速就绝对不会这个拖泥带水，还是非常棒的。通常啊，我们家用 SUV 啊，中后段加速都是不太可以的。而这个起亚智跑呢 ,2.0T 这个涡轮增压 ,2.0L 自然吸发动机呢，还算做得可以啊，还算是可以，并且呢，换挡呢，升档呢没有明显的顿挫感。6AT 匹配个 2.0L 自然吸发动机，可以说是非常不错的。悬挂的这个支撑啊，底盘的扎实感呢，是完全符合这个价位的，是一台不错的啊，非常如果喜欢自吸发动机的人还是非常不错的。那么我们再说一下哈弗 H6， 哈弗 H6 它的外观可以说比以前更加的年轻化，
前面的进气格栅采用了无边式的中控网啊，更加运动时尚了。那么侧面也是非常显运动的，包括它的尾度冠轮式的尾灯也是非常美丽非常美丽的。内饰方面，一个悬浮的大大的显示屏啊，可以说长宽高方面要远大于这个其他智跑，而且内饰方面空间方面也要比智跑稍微好一些，设计感上也要更强一些。驾驶感受呢，不用说，哈弗 H6 这个加速能的 2.0T 肯定是智跑你比不了的，这点是毋庸置疑的。但是在这个 2.0T 这个主流的这个现在这个时代涡轮增压，这个哈弗 H6 虽然不是非常的属于就是说特别的这个占头拔得头筹吧，但是说跟你起亚智跑比，你起亚智跑还是真是比不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同样的价位，这两台车如果大家追求稳定性的话，那我也不想有多好的驾驶乐趣啊，不想有多好的推背感，就是正常家用代步，那你就选择起亚智跑也可以啊。一个 2.0L 自然吸发动机匹配六 AT 变速箱，还是质量耐用度上是非常可以的。那么大家如果说想追求点驾驶乐趣，是不是？那你就选择这个哈弗 H6 啊，绝对是非常好的，并且这两台车都是同样的价位。那么有没有开过这两款车的小伙伴，或者是也买过这两款车的小伙伴，对我说的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，我们在评论区见，欢迎大家转发、评论、点赞，拜拜。